大剑。在身边诞生。欸，好像中了欸。那你们觉得我这个适合转什么？如果我要挂二六的话，大剑的话目前应该没有考虑。如果你法师转大剑，肯定也不能挂。那转剑盾可以挂了吧？好想入坑，有建议吗？我觉得天恩算蛮否的，跟他隔壁棚的比起来，我觉得这一款比较适合后期加入。反正现在少少的钱就可以领养到很好的账号了。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想转职，因为我觉得法师有点看腻了啊。然后这一次又出职业转换嘛，想说换个口味玩看看。然后他就推荐我转剑盾啊，他说这样子奥六比较好挂啊。转弓我玩过啦，我什么职业都玩过了，我应该只有剑盾跟弩没有玩过。来转职，反正要先回家脱妆。法师剑盾加八冠雷剑，帝国圣君胸甲，符印转成黑暗之泪。我之前才把它转回去那个密仪符印，现在要转回来。欸，它转过去，它这个洗练会留着吗？会哈。技能的话，哇，好多哦。这个是应该是烙印要换点地方。这样没错吧？我要先算一下要多少那个币。这样159个币，熟练度要转吧？总共要222个啊，222个币啊，再加2500啊，转个职要花24700钻，真的有多贵？已进行职业转换请求，重新登录。那个什么？那个剑盾的那个纸变啊，要变那个男的还是女的比较强？女的会跳舞，靠北，我是说强度啦。剑盾之后好像会调整，会变强。来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剑盾了，所以这只比较强哦，副职业双刀。可是这只比较帅欸，这个比较帅吧？哇，这個、比较帅欸，女的感觉小小一只的。哇，欸，他是不是有改过模组啊？这都变蓝色的欸，盾牌跟刀都变蓝色的欸，这有改过吧？哦，加八都是蓝色哦哦哦 ，sorry， 其实我觉得里面比较漂亮的就这一只啊，其他都蛮丑的。加八冠雷剑，力量古文穿起来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哇，392防欸，快400了欸。哦，有两派哦，有人觉得是在 AGI 或是 WIS， 其实可以点到第三个满啊，啊就是算看哪一个优先点满。你先看一下那个熟练度，单手剑可以啦，我觉得我这个还蛮适合近战的啊，因为我之前这个是小刀的那个熟练，281366，制作的作用。30% 几率哦，成功，睡啦！等你等超久啊，等你等了一年啊，干你娘欸，之前一直失败，技伤增幅加2%，抗伤害抗性加2%，伤害加一，命中加一，282367啦，干那个坐龙我失败超级多次，超级多次。终于过了，从来没看过这种机体没有作用啊，就一直做不出来啊，我哪有办法？30%就一直失败，我老话都，感觉又好像挂得动了欸，好像可以欸，勾人看看，要勾谁啊？勾这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啊，他怎么飞了？
手勾一下就飞了。可以啦，我觉得挂得动啦，可以啦。好啦，之后再慢慢搞啦。今天就先弄到这里吧，换个职业玩也算是一种新鲜的体验。这是我们两次的礼包一起开，然后最后再来炼金。我们现在开卡，这样可以合几次啊？一二，应该可以合到十一次。直接合，蓝卡量很多。嗯，还是我们直接开？干，一张而已，太黑了吧？欸，我觉得先炼金，如果真的合失败，再炼金炼下去。第二格一定要斗篷。夺取，夺取可以吗？嗯，就这个啦，就这个咯。来，先合纸片，纸片失败我们再，但是应该是不会失败啦，不塞了吧，直接上咯。 GO 法杖，没中，大剑。欸，好像中了欸。靠呗，还不卡池，没办法合两次，不卡池，防御力加二 ，PVP 伤害加二，抗性加3%，远距回避加二，哇，没办法合。来咯，炼金开始 ，Go， Yes， 舒服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的祭品流成功啦，哈哈哈哈，纸片没中，但是弄到斗篷了，好爽！你看我第一页，我第一页就差斗篷没纸，现在第一页全纸。有没有，全部都紫的，只差这件而已，终于可以把这件换掉了，这件都要穿多久了？哦，伤害减免2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伤害减免2 ，WIS 2，这样子有加寄抗又有加减免，哎，两颗洗到，舒服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